幼儿园的时候，有一次老师在黑板上抄满了三字经，但是下课都没有讲黑板上的内容。我就想做一个好人，就招呼另外一个小伙伴把黑板擦干净了。结果快放学的时候，老师指着黑板问是谁干的，我二话不说就站了起来，跟我擦黑板的小伙伴也闻声而起。当时全班人的目光都在我身上，我觉得特别的自豪。结果老师叫我俩站上讲台上，当时还在想，哎呀，当众表扬多不好意思啊，随便给朵小红花就行啦。结果老师跟我们说那是明天要讲的，而且刚刚有一群小朋友把画画的纸撕得满屋都是，所以我俩直接撞枪口上了。他越骂越激动，我身边那个小朋友顶不住了，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。当时我也很想哭，但是我咬着牙坚持，因为我觉得是我带头的，我不能哭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我脑海里就突然想起了电视里的片段，就是那些只要你跪下我就咬你一命的那种。当时我在想，一个动作换一条命也太值了吧，而且我从来不觉得男儿膝比黄金贵。于是在同学的注视下和老师的唾沫中，扑通一声就跪下了，头还重重的磕在地上。接着全班寂静，老师不骂了，小朋友也不哭了。接着老师颤抖的对我说，你先起来。我心想，这不是电视剧里贤弟请起的情节吗？于是我不卑不亢的大声说，不，我不起。旁边的小朋友看好像挺管用的，于是扑通一声跪得比我还响。接着因为丝花花在旁边罚站的小朋友一个接一个也学得有模有样的，当时班里坐着的同学哪里见过这种阵势，一些胆小的直接就哭了出来。这下好，一个哭个个哭，班里又是哭声又是磕头声的不绝于耳。之后好不容易被安抚好的我们发现，你哭老师不一定会停止骂你，但是你跪就可以。之后的一周老师痛苦万分，不得已只好把我老爸叫了过来。老爸当天晚上特别的生气，说我不是爱跪吗，就让我跪了一晚上，还让我第二天跟老师道歉，老师不原谅我就让我继续跪。我心想要怎么样道歉才有诚意呢？突然想起自己最近看过的廉颇负荆请罪的故事，于是我又想，古有廉颇负荆请罪，那今有张之洙被芦荟向老师道歉，结果因为